故事大家，我是玲玲，欢迎到玲玲随便去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把这个新牙，就这些个牙齿放到新的乳牙盒里。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牙齿倒出来，然后放进去。首先，这颗应该是大门牙。这个是，这个两个都大的，这个应该是下面四颗的，是中间的吧？爸爸，过来帮我检查，上面掉三颗。哦，看起来对啊。所以就放进去了吗？嗯。这个是最小颗的，就是这个，这放进去，放进，然后这个大颗的，这个。好啦，就还有四个门牙。哦，这个是补的啦。补的先找个地方摆下。太毛病啊，这个我不需要。这补的又不是你的牙齿，要留着吗？要啊。补这么大一个？对。好，丢进去。下次掉的话要再留。好。这个会有它压住，不用担心。喜欢我的牙齿，记得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影片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还记得帮我拔牙呢。